这是单边顶式，下面六缝四壁，右手左肩合，左肩右胯合，右肘定位合，平合，双手翻掌，右手小指领劲，双手往右上捧，往右前捧，挂，右手小鱼际切到左手，手心手背相对，双手内旋提坠肘，啊，提手啊，贴着身体，翻掌往右前挤，下沉转重心到左，右手掌心朝前下，左手掌心朝内，双手微微拉开，向右，右转腰向下，翻掌，右掌托，往前擦，合住右胯，左手吊，双手背加捧劲，拉开，拉远，拇指领劲，翻掌，双手走上弧，啊，往颈部下过，往下合，啊，右小臂斜着，啊，右指尖对住，啊，咽喉，左手臂啊微平，转腰大肘，翻掌合右胯，双手下按，左脚画弧，双手下按，左脚尖在右脚掌的啊平行处。左脚虚脚，两手向前围合，啊，不要直接相对，单边抓体吸气，拉开，下按，翻掌，往右前搓，转重心到左，双手背夹捧劲，下沉，沉挂，啊，右手拇指捏中指，在左掌心，然后右拳沿着中指，沿着左手的中指左右拉开，左手抓握在小腹，右手向右向前啊画弧，啊，转用心合住右胯，啊，又勾手打出去，高度肩高，手左脚提起往左前看，下落平开，下沉，转重心往左即靠，看右，左手右手啊右肘拉开，左手脚向下向上平了，往中间合，双手都合啊，左按船掌，左按啊，左手小指领劲走上弧打开，下沉，重心在右，在左，第二个金刚倒对，右勾手变掌，双手往上往右往下翻掌，往左挤啊，左胯再合住，右手中线，左右穿掌，走上捋下沉，转重心到右，啊，落到左手中线，右手太阳穴，翻掌下按，右手翻掌，挤重心往左，左右穿掌，啊，走两圈，走上弧上捋，重心右移，下按，啊，右手变金刚倒对的拳式，右手切。哎，肘定位，左手合，开左脚，正蹬，哎，偏背一点，移重心，撩掌，左手啊，往上撩，啊，往上，啊，呼呼往上提，合左胯，哎，上步，擦掌，啊，这个跟第一个金刚倒对一样，翻掌转拳，沉，啊，左掌挂，右拳冲，提起。下擦，哎，正蹲，摆合两次，
双手往左上，往右推，重心到左，挂，双手往左擦，这个和拦杂椅的前面一样，往中线翻掌，腰，左按劈掌，重心右移，右手上摸，下按，左手穿掌，右手还是平，腰平，直接朝西，掌心朝下，左掌，朝这个东北，翻掌转重心，双手走弧线，合作胯提起。这个手是双手在手往下交啊，那个是右手，左手在右肘往前，脚扣脚往前蹬出，一肩略宽啊，扣着脚啊，脚往前一脚远，下沉转重心，右手直接领劲，右肘往右，重心往右移，下沉重心往右移，右手上穿下按。左掌下按，左脚画弧，对上，右手掌心朝前，左手直接朝前，左脚尖在右脚掌的位置，左脚脚跟离地。下面斜行，双手左按，右手翻掌往中线推，左掌直接摸向左。左掌穿，右掌落到胸部，然后左掌继续走上弧，翻掌下劈，小鱼际劈，重心左移，右脚抬向东南，转身劈下去，右手按到右胯侧，左手在中线，合住右胯，提起，右手穿掌，左脚下落，双手往右推，左脚往。左开步，大开步，左按翻掌，右手往颈部，左手往左膝外，转腰啊，左手抓握，左手变，勾手往上前打，重心左移，右掌下落，左掌左勾手，给肩高，右掌推出去，左按走上弧打开，重心在左，看。右前方。